啊，来，你这，你哎不不哎，这个，这个是，哎，这个，这个是，哎，这个，这个，你别讲，这个，这是你，不是，我给你解释一下，我给你解释一下，你是，啊，偏方，对，啊，不是偏方呀，不是啊，哎呦，我，兄弟们啊。咱这个看了我媳妇想笑，他是谁了？他我忘了，不是，他不是，他是那个啊，乔妹，年光，你说你这我嘴，你咋呀？哎，不是，我觉得好笑，你这怎么回事？我一点不想笑啊，我一点不想笑，行吗？啊，他是谁了？弄远一点，兄弟们啊，他那个乔妹啊，乔妹今天来是做什么呢？乔妹不是我叫上来的，啊，你不是你上什么品牌啊？不是你叫上来的，不是我叫上来的，不品牌方吗？不是品牌方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，啊，你问他是谁叫上来的？妹妹，你刚才我说你听我，不是兄妹，我不是叫谁叫你来的，我叫你来的，兄弟们啊，你听我讲，你们都听我解释一下，我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不是我卖的品啊？是吧？我卖的那个内裤吗？我可不知道，你听我讲行不行？啊，你听，我没叫你来吧？我没叫吧？啊，你说品牌方不是？你听他说，我叫没有没有叫你来？你听我讲，听我讲，他误会了，他搞错了。你看啊，兄弟们啊，人家都说你叫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啊。嗯，我听你讲，我是不是卖这个内裤？嗯，我从我卖的内裤里面，嗯，在抖音嘛，我在抖音卖的嘛。嗯，我在抖音不是很多人买了我的内裤嘛，对吧？买不是买了我的内裤啊，买我卖的这个内裤。嗯，然后我从评论里面、好评里面，嗯，找到了，选了一个买家。啊，干嘛？选买家干嘛？买家来问问他这个用怎么样啊？不是穿的感觉怎么样？这么巧？对，你刚才找乔妹。不是我一下我点太巧了吧，我不知道，我就点到他了，我给他私信了，你问他抖音私信对吧？就万分之我真我真不知道就选择他了，兄弟们，我懂你意思，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想让哪个品牌方来，对，是无意间，乔妹，你过来点过来点，是无意间找到乔妹，就无意间找到的。你妈！我就从那一万个评论、一万个订单里面找到了乔妹，不是五万多个订单了，五万多人。你讲你信吗？我真去，你们真信我？你一定得相信我，兄弟们！啊！所以我把乔妹叫过来，你相信我？我不信。乔妹，你说这个你用感觉怎么样？很舒服。啊？很舒服，很好看。你买过吗？买过几次？每次上了都买。你看，我只要一上这个，他就买，那我不叫他吗？猜，兄弟们，我真没有啊，我真没有是故意去找他啊。嗯。我真的是抽他，刚好抽到了乔妹。嗯。啊，你感觉用怎么样？很舒服啊。很舒服。嗯，我很。轻薄，轻薄无痕，是，这是蕾丝的，你现在跟我没关系啊，你别那个，我现在我介绍他也不因为我没有关系，这个要不要戴个手套？不用戴，不用戴，这叫无痕的内裤，不是无痕，我都不知道忘了叫蕾丝边。戴手套，看啊，蕾丝边，蕾丝的边。看到没？这是，你看，兄弟们啊，看上面都是孔的，看到没？很薄，很薄，非常舒服。啊，说实话，我就喜欢这种蕾。喜欢什么？我就喜欢。喜欢什么？啊，卖这种，因为。喜欢什么？就是卖这个卖的比较好。哎呀，卖这个卖的，我卖这个卖的比较好。嗯。我只要卖这种蕾丝边。哦。就是粉丝们喜欢比较多。所以我喜欢卖这个，跟我喜不喜欢一点关系没有。好，对，啊，对吧，兄弟们？咱每次卖这个啊，蕾丝边，你看今天啊，蕾丝边。
弹的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。啊，咱们问个实话啊，问一个实话，你买过这种蕾丝边的吗，媳妇？买了也不穿给你看。你咋这么讲呢？你干嘛呀？你奶奶，你长得这么讲，你不要命吗？你把全网上都带，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俊美，要不要给他测试一下？蒋哥选的品，这个没有，兄弟，开玩笑啊！来测试一下这个，你买平常买一条大概多少钱呢？我就不跟你讲。小妹，你平常买那种蕾丝边的那种内裤，买多要多少钱一条？25。多少钱？25。一条啊？嗯、这么便宜？便宜吗？你买啊？你买过吗？买过。我不是说在我直播间买，我说你平常在店里面买。啊60。你不能乱说啊！你哪能乱说、啊？来测试一下这个啊！这假如你看啊，这是我假如我媳妇穿啊，这是她的腿，我们看。我啊，不是你哟！不，你胡套呀、啊！你怎么拉这个套呢、啊？好，我们看她的回弹。好，我们看她回弹。假如一个普通人啊，直接把腿穿上去了。这谁腿这么粗啊？好，然后把它脱下来啊！好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感觉？感觉很厉害。啊，很厉害！大家看一下这个恢复原样啊，嗯，这个边它本来就是这样的，这个边它本来就是这种波浪形的，嗯，波浪形的，对，不是因为它这个拉伸导致它波浪形啊。所以呢，平常一条你买个6-7千块钱是吧？6-7千块钱啊，今天想个一条看好了。我们69块钱，如果你穿六十七，你假如你69块钱，是不是一条？啊，69块钱大概就能买一条两条吧。我给你算69块九，69块9，我给你买两条行吗？啊，行不行？那个谁？行不行，媳妇？啊，不，两条。行不行，乔妹？乔妹想错了，想错了。行不行，媳妇？我不是，我说媳妇，我这样的，我行不行，媳妇？你叫顺嘴了吧？不是，我叫你，乔妹。啊，不是，平常叫多了吧？是不是？行不行，媳妇？哪个？假如你69块钱能买两条，哪个媳妇儿？你，乔妹，假如买两条行不行？行，行是吧？好，好，今天想个直播间，69块9，4条，啊，三条，4条。5条，6条，69块9，6条可以买一条试穿，感觉不行，把5条退了。一包一包的啊，啊，这个可以直接回去穿的是吧？嗯，呀，他这是无上车啊，两链接，不满意知道啊？所以说你可以试用一条，不满意直接退，试穿一条。可以试穿一条，其他不要拆啊！穿一条，这个是无菌保存的，无菌。独立包装啊！独立包装，独立包装，叫独立包装的，就1万单，就完1万单啊！男的可以穿吗？男的可以穿吗？男的可以穿吗？媳妇，你穿。你胡说啥呀？男的可以穿，那女生穿呢？穿。就那个美女们，你们回去如果买一条之后，你要不买了，你可以先试穿一条啊，觉得不满意，你退这5条，是5条吧？6条吧？这5条退，这1条可以不用退啊，穿上了可以不用退。